秋哥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我在给妈妈煲红枣。手工去枣核，我用嘴吃的。全自动。我把肉再从嘴里抠出来。你好恶心啊！这样发糕里都是你的口水。你看我抠的干不干净？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好了发糕粉。一杯水，两杯水，搅拌。放红枣，拌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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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看起来还是每天打打游戏比较安全啊。好啦，现在盛在烤盘里了。烤箱预热325度，底下放了一盆水，模拟蒸糕的口感。拜拜，小猫，小猫，小灰，你在干什么？这个洞是被我戳的，我给你用叉子挡住就好。有点像面包。